一个上面一个是控制这个离心的压力，一个这个表控制这个压力，这个表是控制这个阀，它的质量跟水晶是一样的。首先我们现在是质量是一方好的半秒，我们第二半秒一样的，比如说我们调这个，可以增加它的工作量，增加三，再调这个零，我们提供了四秒，再增加，那 OK， 第四秒，它降的时间，你的自动的时候降的时间，然后就是了，我们这个四秒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我要自动四秒的，你拉就拉不赢，是吧？拉不赢的话，那 OK。这个的气压最多就是零点几公里，不要太大。然后我们如果是变成自动的，这个零点二秒降的时间，如果我们现在开自动，开自动了。如果你这功来不及拉平，你可以把它调到四秒了。或者欧秒 ，OK， 现在开始啊，姑娘的自动的，它拉平就刚好时间刚好，它时间就刚好了，啊，停的时间就长一点，如果再来不及拉平，你可以停到一秒，一定五秒。自动嘛，这是脚动嘛，就是脚踩一下，动一下。如果过了最小的按钮，你现在过了最小的按钮。